哇哦，居然有雪糕车，那我要赶快召唤小猪佩奇他们。小猪佩奇，小猪佩奇，快来集合啦。糟糕，这个雪糕居然是坏的，小猪佩奇他们吃完居然失去了颜色。那小朋友们快和我一起帮助小猪佩奇他们恢复过来吧。红色 Red， 哇哦，答对了。我是佩奇。绿色 Green，错了错了，不是这个哦。红色 Red， 哎呀，还是不对。蓝色 Blue， 哇哦，答对了。这是我的弟弟乔治。蓝色 Blue， 错了错了，不是这个哦。橘色 Orange， 哇哦，答对了。这是我的妈妈。橘色 Orange，错了错了，不是这个哦。红色 Red， 哎呀，还是不对。绿色 Green， 哇哦，答对了。这是我的爸爸。哇哦，他们的颜色终于恢复过来了，那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